明天就要放假了，好开心哦！云蔚，明天就要放假了，哎，只要讲几次啦？哦，娟娟，明天就要放假了，哎，你已经讲500次了。我只是很开心啊。什么时候才要放学啊？为什么才10点呢？为什么才12点呢？怎么才半小时？好白痴啊！10点了啊，该睡觉了。今天进度不错耶。明天还要8点起来读书呢。手机嘞？乱哦。我来整理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是现地继承，我国民法原先以盖瓜继承为规定，对，盖瓜继承圈起来，对对对，好。我今天不回家吃晚餐啊，我今天跟思蕊他们出去啊，我今天不要回来吃晚餐啊，然后出门啊。干嘛？回来。整天就只知道往外面跑，都快要过年了，每个人都在大扫除，那你就只会跟同学玩，不大扫除就算了，还是不会读一下书是不是？可是我已经读了。还顶嘴，因为我在家帮忙，地都还没拖。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啦。厨房我都还没擦呢，地也还没拖，你帮忙拖一下是会怎样？整年都没看到你在做家事的了，这个时候大家都动起来，你就在那边还敢出去玩？寒假快要结束了，快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寒假过得怎么样，然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按下小铃铛哦。然后我们从今年开始改为不定期发片，因为我们要准备大考了。那我们就下次里面再见吧，拜拜。